好，我是健身工厂教练 Arisa。 那我待会会教大家做的这是腿推肌，那它会训练的地方是股四、股六跟臀大肌。那待会我们坐上来的时候呢，帮我两脚打开，那距离会跟肩比肩膀宽一点点，那你的脚前脚掌可以慢慢的往外扒一点点。所以待会调整好之后呢，记得你的下背不可以离开椅背太远，一定要全程贴紧在椅背上面。然后再是你的肩膀的部分不可以耸肩，往下放轻松，头贴紧之后呢，慢慢的往后延伸，慢慢往前踢，吐气。这个时候你的膝盖不可以锁死，要保持有弹性的。好，下来的时候帮我吸气，好，往前的时候吐气。下来的时候是吸气，好，往前的时候吐气。动作呢是健身房最热门的器材，它可以让女生训练你的臀大肌的部分。所以待会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样把我的背贴紧在椅背上面，两手扶握在两边，脚尖记得脚尖跟膝盖是要朝一个方向。那贴好之后呢，慢慢的往外延伸吐气。好，回来的时候保持呼吸气。好，出去的时候吐气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吸气。那你切记记得你的肩膀不要一样太紧，过于紧张，然后保持耸肩。那万一你今天想让你的臀大肌感受更有感的话呢，你可以把你的屁股往前坐，那你记得保持你躯干的稳定，身体微微的往前倾斜。好，慢慢的往外延伸吐气。好，回来的时候吸气，所以你的肩膀跟你的背都要保持自然的。Just you. I think I know your name. Give me a clue. If love was a crime, I'd be a man on the run. If looks could kill, you'd be the smoking gun. Can I have your number? Cause I lost mine. Have we met before? It's not a pickup line. And do ya have a license to drive me this crazy? Back it up, back it up, back it up, baby. 待会接下来做这是单边的臀大肌训练，所以待会一样两脚帮我打开。椅宽臀宽，然后脚尖跟膝盖是朝着方向，手肘的部分呢，帮我放在这个垫子的上方。然后你记得你的腰的部分不可以靠腰或是拱背，一定要保持全程保持稳定。那我们调整好之后呢，一样哦，肩胛放轻松往下压，一脚往后放，骨盆记得不要往外翻或是旋转。好，调整好之后呢，慢慢的往后延伸吐气。好，上来的时候吸气，上去的时候吐气。下来的时候吸气。